汉字笔画的书写顺序，汉字的笔顺规则是先横后竖，如干。先撇后捺，如八。从小到大，如主。从左到右，如零。先敬后观，如田。先中间，后两边，如水。从外到内，如回。如账，笔顺为。撇、竖、横、撇、捺，笔顺是否正确，关系到书写的速度和字形的好坏。一般规则：先撇后捺，如人。八、入、先横后竖，如十。王。干，从上到下，三，进。音从左到右，如李。力
李。明湖先外。后里，在风口。如果远，远，圈。先中间，后两边。如小。水。点在上部或左上，先写点，如一、立。为点在右上或在字里后写点，如发。瓦，我，上右和上左包围结构的字，先外后里，如听。做屋。左下包围结构的字，先里后外，如远、
见停左下右包围结构的字，先里后外，如胸、画。左上右包围结构的字，先里后外，如同、用、方。上左下包围结构的字，先上后里，再左下，如一、句、降、区。写字笔顺口诀：从上到下为主，从左到右为辅，上下左右俱全，根据层次分组，横竖交叉先横，撇捺交叉先撇。中间突出先中，中间突出的字如山、小、半、水、沉等。右上有点后补，右上有点的字如犬、游、歌、龙、城等。上包下实先外、上包下的字如刚、铜、网、周等。下包上实先内，下包上的字如胸、画、寒、忧等。三框守横墨折、三框也叫降字框，如曲、皮、聚、衣等。大锅最后封底、大锅及大框如四、回、圆、国等。